可爱的豆花妹，谢谢啊！现场朋友，你们好。咚咚咚咚咚咚，想要你咚咚咚咚，想要是咚咚咚咚，我的你咚咚咚咚，呜呜呜，这主题看到出口。谁在偷偷关注我？我装备装，你还不懂。前世刀刃去落空，右边是我的流程，左边是我的执着。玩弄然后就笑，凝聚的时候都我不懂。你的始终与你共同，有我的你懂，懂也不懂，你还夸张，会躲进我。需要喝水吗？也好，我刚刚可能帮那个豆花准备一下那个水，让它可以稍微红。因为刚刚这个大汗淋漓，今天这个天气很好。你知道我这个台北 Walker 演唱会阿关主持过几次？前两年都下雨，所以今天 You Lucky 给大家一个这么好的天气，天公作美。对，先说一下那个生日祝福好不好？好，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同乐。那其实很开心这一次可以参加16周年的生日快乐的一个活动，对，然后派对。对，因为其实这一次也拖很久，然后发行自己的这张迷你专辑《壁咚》，然后可以用这首歌曲，然后在这里表演给大家看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好，来，我们帮这个豆花呢先送上水，谢谢。谢谢哦，这个等一下我要留下来。好哦，谢谢。OK， 不过呢，豆花跟大家聊一下哦，你这个今年算是重拾歌手身份，对，然后感觉有没有不一样啊？其实很不一样，其实自己期待很久，因为这几年跑去拍戏。对啊，那其实自己还是很想要做唱歌这件事情，然后也希望带给大家娱乐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才会做了这一张壁咚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可爱的歌，那你最想要被谁壁咚？我最想要被景婷啊。哎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是真的。我最想被那个谁？那个福山雅治，为什么？虽然他是人夫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当小三啊！不是，
哇，对呀、啊，因为福萨老师真的好迷人哦。真的，其实他演技也很真的哈、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豆花呢，这一次重拾歌手身份，跟很多久违的粉丝见面。是。然后呢，行程也是跑透透哎。对。今天参加完了台北 Walker， 等一下你要去哪里？赶台中高雄。对。今天签唱会。签唱会。嗯。所以要不要那个你等一下要把一些粉丝带走吗？还是号召？那谁要跟我一起去？有哎、欸，赶快订票。哦，你们应该、啊啊、哦，你们真的。真的哈、哦，好，强力支持壁花啊，不不不是壁花妹，差不多，强力支持豆花妹的壁咚啦，是，真的真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哈、哦，台北 Walker 生日快乐，然后呢、嗯、也很开心、嗯，还有这个豆花妹来这边的可爱的歌曲、嗯、跟大家共襄盛举，但是听说呢，你今天还有另外一首歌，对，希望让台北 Walker 爱不会变寂寞哦，对，叫爱斯基摩，欢迎豆花妹的爱斯基摩，谢谢。Hello， 现场的朋友。最想被壁咚的人是挺甜，对，是法拉利姐挺甜啦。你这样一讲，会以为是 MP 魔幻力量的挺甜啊。澄清一下哦，澄清一下。好，祝这个豆花妹哈、哦，等一下。